各位粉丝准备好未先？李克勤七场红馆 show 呢晚正式开锣，除咗有港乐嘅靓声坐镇，克勤仲激喊大晒武技，将三十年前震撼舞坛嘅旧欢如梦嚟个升级扭劈劲舞版啊！人情如金，化烟云，未许再做情分。有冇人今日是第一次嚟噶？唔係，我真的想知道有冇人從來未睇過李克勤演唱會，今日是第一次嚟嘅，拍一拍俾我聽。嗱，老細，你睇下我有幾多身下？係簽多幾年？现年55岁的克勤扭得又唱得，除了吸引泳儿、李幸毅和吴浩康拉大队捧场，就连老婆卢淑仪都带埋两个宝贝仔现身，一家人齐齐睇克勤跳劲舞啊！曾担任歌唱节目导师的克勤，仲请嚟两位冠军学生伍柯月同埋梁玉莹担任表演嘉宾，当然唔少得全场大合唱啦。真是中國人的美德，利是真的，這些東西不是一定要過年才給的，只要是真金白銀的就沒問題，全年都搶工的，很歡迎。我說我盼望，我說我盼望，可相戀多一趟，但是然而心知這是渺茫，一切已淡忘，舊日這地方多凄怆。